丽娜邓罕超不爽书评读她的烂书。这下完真的了，丽娜邓罕超不爽右翼网站 Truth Revolt 在读了她的新书《不是那种女孩》后，指控她在书中对妹妹格雷斯所做的举动是性骚扰。书中是这样写的，格雷斯坐在那边咿咿啊啊，还边笑。我弯下腰到他双腿间，小心翼翼地拨开他的阴道，他完全没有反抗。但看到里面的东西时，我尖叫了。那时才7岁的郑涵赶紧叫妈妈过来。妈妈从1岁大的格雷斯的体内取出6到7颗的小石子。Truth Revolt 还对郑涵在书中写的性体验有很大的意见。郑涵对这件事超怒，严重到让他在推特上发泄。嘿，谁都有对性好奇的时候，但倒不会专门为此写书就是了。不过丽娜，这是件好事吧？代表有人买了你的书来看嘛。